Kanka. Kanka.这个机器一共会收到这些东西，这两条是电源线，灰色那个红色是接电源正极的，蓝色是负极。这高压气管，这高压气管这上面这一头两头都是8毫米的快接母头，两头一样的。这个是那个油水分离器，这个在配件里面，这个滤芯是装到这滤芯装在里面的。这边压力表，这个是一个 CIFR 总成，这边是CIFR，然后充气的时候这CIFR一定要拧紧，不然它如果漏气的话，充气会很慢，甚至上不了压。那个如果是那个充完气以后，这个 CIFR 也要第一时间拧松压力，长时间那个不能长时间待压存放的。还有这一个，这两个是那个接线的螺丝，现在我们先把这个螺丝接上，把这个 线拧上，那红色，那红色接正极，蓝色负极，这个气管也卡到这个机器出气口上面，那完事儿。还有这一个，平时这个检测机器上压正常不正常，就用测压堵头直接能把它压下去，装上。 这样就是测压用的，还说一下这个机器，这个是温度表，机器上面温度显示最高不要超过95度工作。后面底部有一个风扇，这是给气缸散热用的，这个下面它从下面进风，不要放在这种柔软的地方，这是拍摄用的，然后找到一个东西放的，然后它如果堵住的话，风扇散热就不起作用了。 这个机器上面两个开关，小的是散热风扇的，小的机器长时间的工作一定要开启这个散热风扇，然后工作完了，这个是那个机器的充气的开关，工作完了关闭这个，然后风扇延迟开一会儿，把那个机器的温度吹下来。好，现在我们测压演示一下，我找了一块那个一个小的电池，这是12伏20安时的。 也快没电了，它的工作会比较慢一些。看这边是红的，接正极，这边接负极。好，先开打开风扇。如果汽车的那种接汽车的话，它会很快。就是临时用的嘛。对对对，那我们这个电池快没电了，如果接在汽车上面会很快的这个，然后充气。现在都 30个压了，我们停止，然后风扇延迟一吹，然后再关闭风扇。为了演示比较真实，我们临时用的电瓶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是用这个做测试的。